维新圣教泸州道场，在国历106年1月14日至1月15日共2天举办10周年庆法会，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院长袁松禅师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，法语甘露功德回向法界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欢迎十方有缘共参法事。道场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集贤路393号8楼，询问电话02-2283-1269，02-2283-1269。